店家手机开启视窗扫描消费者的 QR Code 及完成交易。这是基隆市政府新推出的海派基隆食旅券，消费者只要透过海派浪漫购虾品线上平台及店家行动支付即可购买，希望提供民众零接触的旅游消费新选择。基隆市一直在推动关于这个智慧观光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整个这个可以线上支付的这个平台来促进商机哦，尤其现在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推动零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商机，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的海派浪漫购消品的这个观光平台就一直积极的接触我们基隆市的一些店家，那我们这些店家呢也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平台哦，在协助行销基隆的同时还能达到防疫效果，让这家基隆知名伴手礼业者直夸是三赢的做法，让在地的商家有一些能够有一些在疫情当中不景气当中有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所以他办了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对消费者来讲或对我们店家来讲有个好处，就是因为电子化的关系，所以我们不用接触比如说你可能手机拿出来，那我们也用手机直接隔空扫描，那就等于是不用拿去实体的钞票出来我们找给你的钱也不用再消喷酒精一次，对啊，你们给我们的钱我们也不用再喷一次。那我觉得现在在疫情最严峻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很好保护彼此的方式。这项海派基隆食旅券，除了平日有九折优惠外，配合即将在6月10号登场的基隆城市博览会，在10天的活动期间，还将推出超好康的5折优惠，限量5000套。参加民众还有机会抽中大奖，也就是你在城博期间呢，100元的这样的一个商券呢，我只要花50元就会买得到。那这个当然有限量哦，总共是5000套。但是在城博期间呢，如果你来购买这个优惠的食旅券的话，那就有机会来参加海派浪漫刮刮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你就有机会刮到大奖。除了超值海派基隆食旅券外，基隆市政府也结合旅行业、旅宿业、观光特色店家、台湾高铁、观光巴士及夏日海洋号，推出一系列优惠的基隆主题游程，邀请民众做好防疫，来趟多元丰富的基隆之旅。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